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CL Channel，我是时光之翔龙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是恐怖 RPG 解谜游戏《临近》。其实老实讲，我刚刚在调整东西，对，然后所以前面都没讲话，然后我一直看着这游戏画面，我真的看到那个脸，我真越看越毛诶。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有恐怖的图片的感觉的图片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可能随时都会突然向我这边扑过来，有没有？感觉很恐怖，也不是很喜欢啊。虽然我喜欢恐怖游戏啊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呢？这哦，对，这个作者是那个《笨蛋物语》的作者，也是无声的作者。对，这是他出的第二款恐怖游戏。注意，此游戏有恐怖内容，请谨慎游玩。谢谢您的配合。恐怖游戏如果没有恐怖内容，那才要伤脑筋吧。注意，本游戏任何人事物皆无关，单纯自己想象。注意，故事剧情纯属虚构，并不真实存在。注意，如果以上没问题，那我们开始游戏。你要几个注意啊？光我看到有印象注意大概有三四个了吧？这是电话声吗？好嘞，还有。时间记录：1988年12月18日，电话留声。喂，Queen，是我，亚里。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讲的事情吗？听到留言，请尽快回复。假如你还没出门，拜托听我说，拜托 Queen，千万不要去那里，那里是绝对不能去的。Queen，拜托你，快点回来，拜托。求求你快点回来，鬼！是这样吗？挂断。他是在打电话是不是？我以为他直接当着别人面前求嘞。哦，要我把我自己的音量关小声一点。传说中，禁止是另一个世界的门，一旦闯进去就回不来了。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啊，就是禁止是沟通阴阳界的那个媒介。什么形状的镜子遇到事都不会不同。半圆形的镜子是普通的镜子，不规则形的镜子最容易遇到有人会跟着你。圆形的镜子最容易看到有人在自己的背后。安安你好，M 八六一一六八零，还有 Kate 880222，安安两位。方形的镜子最容易感觉到有人会在附近。有吗？我觉得普通的镜子就已经让我够毛了吧。我没有很喜欢照镜子啊。这次的故事是关于有个名叫林静的镜子，那个镜子听说照不出自己的身影，一旦照出自己的身影，表示那并不是人，可以说是自己最后的样子。不要出现恐怖图片啊！我会怕。还好。就是这里了吧？亚里说的废弃的屋子，里面有传说中的灵镜，所以我就说这是最有趣的。它就是奎什么奎因哦，辛纳布，用手机登好了。那个图是做坏的，是不是？还是故意的？我有点怕啊，锁住了，自动反锁。你神经也太大条了，看来我得这里待一下了呢。这可不好办了，不如先出去看看吧。移动键是方向键，镜子可以存档。为什么要镜子存档啊？哎呦，镜子存档什么最让人害怕的东西耶？不要啊，我讨厌镜子存档。我会哭哦，我说真的。手机、武器，又是武器，又是手机。喜欢探讨恐怖事件，总是抱着好奇心，对什么事都很敏锐，被同学的鬼故事吸引，来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四处看看吧。这边这个 L 型是不能走，是不是？我以为我想这废墟什么的。对，结果这里是不能走的。
他这次不能走的地方好多哦。这次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是不能走。哎，那声音好毛哦，好可怕哦！会不会等一下突然有人冲出来啊？妈嘞！刚看到镜子瞬间，我真的觉得好可怕。充满尖刺的玫瑰画作啊，玫瑰本来就充满尖刺啊，不然呢？灰色的艺术上面怎么写的？女人的画像，锁住了。这里可以进去，我可以进去浴室。这里也可以存档。刚刚这里是不是有人？还是我看错了？不要啊！这好可怕哦！天啊！应该是看错吧？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什么厕所呢？会有其他的生物呢？对不对？一定是看错啊！对，它有一些碎片可以走，有些不行，应该是故意设计的吧？那我们去另外一边看看吧。这边可以走，走廊。哇，这里坏的好严重，不小心一点的话就会掉下去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根本没有加速啊，大哥。他自己掉下去了，这不关我的事啊。我说真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啊。某人的自画像。我现在看看其他地方啊，饭厅。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那个声音呢、啊？好可怕哦！这边也可以进去，这是杂物间哦。杂物间会有什么？木板。坏了，网盘。好啊，完全这边完全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要打破吗？打破一下，得到铁锤。我得到铁锤可以干嘛？可能我可以打破这个吗？真的可以耶，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，意思是我完成一个 end 了吗？我可以直接开启大门钥匙嘞。哟，绕跑，我开了，耶！我逃出升天了，终于出来了，在里面也是不好受了。奎因和雅里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哇，我完成一个 end 了 ，happy end， 一切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，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好和平哦，我喜欢。等等，话说雅里总会知道这里很危险的、啊。嘿嘿嘿嘿，秘密，秘密个头啦！妈嘞，你一定有鬼，我告诉你。好啦，我们不要去拿那个钥匙啊，这样都完全没有探险的意义啦，对不对？探险为什么要探险？就是要去往死亡里面冲嘛。你死亡里面没有那个，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怎么会吸引人去探险？这里是走廊，就是问号的房间，花瓶、雕像。What the hell？ 我被那脸吓到。所以不是每个镜子都可以存档哦，是有镜子就可以存档，但不见得每一个镜子都可以，是不是？这个完全事前没说明了，是故意的吗？哎呦呀，好，太老旧了，打不开。我可不可以去拿铁锤，然后把这打开啊？我觉得铁锤搞不好可以用在其他地方，不一定只能用在那个拿大门钥匙啊。是什么？红色玫瑰。向阳散播红色野玫瑰。
不行嘞、欸。我以为可以，那应该是还是要触发那个柜子的部分。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啊？我不会再去看那个了，这边应该没有吧？不对，这个墙壁，哦，不行。啊，那我们往这边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花瓶？怎么到处都花瓶呢？奇怪，雕像。是什么？镜中的女神带领我们走向出口。完全不意外。妈嘞！如果他没有鬼的话，我还觉得奇怪。超淡定，我已经做好有鬼的心理准备了。哦，不过那图像真的好恶心，好可怕哦。这可以存档，这可以存档，OK 了，这没问题了。不过这边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？镜中的女神，难不成把女神像推过来这里吗？没有啊。有人哦，有人哦，这里好像没东西呢，所以这是我是意思是强制要我去对面就对了。然后这边要小心，不要掉下去。那个掉下去有点蠢欸。真的很蠢。这洞比较小，看能不能找个东西垫过去。要找什么东西啊？可以拿画像吗？对啊，可以不可以拿画像来垫呢？世界地图，来某人自画像，好，完全不给电。这里呢？女人自画像也不给电。这个镜子，这镜子是可以存档。我还想说有鬼了，我已经准备好被那个惊吓反应了。我已经，这就是问号问号吧？这应该有鬼吧？没有。奇怪哦，我想到处都有鬼了。书柜、石砖、石砖，然后，哦，嗨嗨嗨嗨，大大你来啦！你一来就看到我 GG 的画面，真不好意思。这是，但那个洞不能走，我以为那洞可以走我想说那个洞应该可以走的，可是这里没东西啦。来啦来啦！啊！我这是失误，这是失误，绝对不是故意的，这是失误。白痴哦！好了，我们这边刚开始吧。对啊，我已经完成一个结局了，Happy End 啊，一切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。可是这边其他房间到底会不会打开啊？标题怎么啊？我没改吗？我没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改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那个 S Breaker 66大大，谢谢您的提醒。您不提醒我，真的没注意到啊！我忙着改那个跑马灯文字，我没有改到那边的。虽然洞很小，但还是洞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所以要拿着铁锤，是不是？铁锤要拿，不管我铁锤，我觉得我不要用在那个，我铁锤我不想用在那个打开那个东西，我想用在打破其他的那个柜子上面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哦，可以呀、啊！呜呼，有没有？我就说嘛，铁锤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作用呢？对不对？铁锤就是要有多方作用，它才叫铁锤啊！来来来，我们来打破看看这个。哦！
不公平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可以到处穿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啦，没有到处跑的啦。哦，哎呦，不要跟我说那四个衣柜都没东西哦，这我会抓狂哦。我在那边死了2次了哦，不要跟我说衣柜里面是没东西的。还是说可以打破镜子啊？应该不行吧？我、哦、好，不要随便打破别人的东西，是这样子吗？可是我有破坏的，我有破坏症啊，我想打破啊！哎呦喂，可是这边这样的话，这里什么都没有欸。那我们要去哪里啊？还是说这个阵可以打破？不行啊，对啊。那我要拿东西垫那个地板，知道？有洞的房子去啊，对啊，有啊。他说要拿东西垫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去拿，难道拿自画像去垫吗？没关系，我再去看看好了。有洞的房间我是有去过的，然后死了3次吧。这完全就是要一个小心翼翼的节奏啊！啊，去厨房找，厨房在哪里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慢慢找。我相信以我的智慧是可以找到的。哦，话说这里是有鬼是不是啊？我刚刚这边看到一个鬼啊，现在看到没有？啊，这边应该是没东西了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照着作者大大说的去厨房找看看吧。希望厨房不会让我失望。那是饭厅、杂物间。哦，木板可以这样子用。我想说他是要拿来画来垫呢、欸，好像这样那么尊敬别人，各种拿画来垫，对吗？哎呀，我都没想到那个木板可以用。说方形的镜子容易感觉得到啊，有吗？为什么门不能锤破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要问大大设定啊。你怎么不设定一下，让我们用那个门可以锤破的呢？这是客厅钥匙。哦，所以镜子有不同形状啊。有，哎有，那就不好玩了，也是啦。如果那样的确会变得很无趣啦。哎，真的哎，镜子有不同的形状哎，我现在注意到，我天哪，一开始介绍就有了，我想那么久才发现。哎呦呀，这个一定会被笑死啊！客厅钥匙用在这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客厅钥匙啊，不是啊，那不是客厅了，那应该是在这里了吧？圆形镜子看过吗？我已经死掉过一次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规则形状镜子，我不要，我先不要看，等我一下。这个不规则形状的镜子啊，想坑我啊？啊，你有不知道这是肯有问题的吗？哎，没问题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，我以为这镜子，不是说这种镜子有问题吗？是我记错了吗？好吧，对不起，我所想了啊，我想太多了，我现在已经是那种叫什么，精神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，就已经拉成一条直线了。这只要拿一点点针再戳一下就爆掉那一种。有问题是有问题，但是，等一下，真的有问题啊！最近刚搬到这个新家。啊，我觉得声音调小声一点啊，我会怕。已经有一个礼拜了，发现奇怪的东西，外观很漂亮，
不知道为什么照镜子越来越多了。行为变得更加诡异，偷偷从他视线里拿走，打算藏起来。嗯，有张纸条，我将密码，密室密码藏到书房了，他没有书房钥匙，绝对进不来。等一下，我很在意，大佬，你讲那个有问题是怎样有问题？我现在真的是精神已经处于紧绷的状态哦。可以不要剧透我没关系，但是告诉我会有什么问题，这是我可以接受。等于是00加0等于50，所以这是事实的意思吗？50加上等于143，所以三个圈圈等于93。啊，那93减40，不是40，不是93，83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算错，等一下63啦。好，是吗？是吗？不对不对，我要算错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好紧张哦。83啦，83，不是啊，我在叫什么？103，40，103，103减40，再减掉10，等于53。我现在很紧张啊！哎呦呀，好可怕哦！救命啊！我靠！我真的不夸张啊，不是因为冷啊，我有穿衣服。我现在鸡皮疙瘩整个已经竖起来了，被刚刚那个东西吓到。那什么东西啦？我现在整个手背都是鸡皮疙瘩，我毛整个竖起来了，真的不夸张。我告诉你，这绝对没有腐烂，我不喜欢做腐烂这种事情的。妈妈嘞，不要随便吓人呐！哎呦，他说密码，密码是三个字的哦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那个，这是克林，容易遇到有人跟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是很喜欢恐怖事物，可是我会怕啦，不要这样子啦哟，容易遇到，你大大，你应该再跟我讲一下说。什么镜子是怎样的？好了，我觉得您提示一下我好了，不然我会怕啦。我说真的，这对我来说很恐怖可是这间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？不太科学不行，身为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以惧怕这些小小植物呢？对不对？Be a man, yo, I'm a man。原型会遇到鬼哦，我记得。这又是一个强制转头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它就是你只要在那附近按，它就是会那个强制转头过去。所以这边应该没什么东西吧？那这边总会有了。风行是感觉得到，原型我已经遇到啦，原型遇到一个啦，可是，所以这边没有密室，是另外一边才有。原型刚刚那个房间就有啦，我那时候就有看到啦。哇嘞，这个一个不小心就是真的跌落谷底耶！我说真的，
哎呀呀！啊，那我再来这边再检查一下好了，我觉得我应该有忽略了什么重要线索，就是什么什么的说，没关系，我慢慢玩。哦，我现在真的是鸡皮疙瘩，真的是已经冒出来了。造一个密室，我觉得他这个密码会不会是？有没有？你看他的密码哦，很奸诈的啦，他故意直接给你两个数，然后用三位数给你，你看有没有？告诉你啊，这个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啊，完全在我的计划当中，all plan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。是书房。哎，密室提示：将两个知识之柜打开即可看见光明，左为机关，右为无。什么意思啊？两个知识之柜打开即可看见光明。从前，关于两个女神的故事。从前，世上有两个女神，一位爱好和平女神，她叫做莉亚；一位喜爱争吵女神，叫做美依可。从前到现在，这两位女神彼此都相处得不愉快。有一天，莉亚在路边看见一面镜子，觉得非常漂亮，带回家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美可看到，美可也对这镜子非常喜欢，她打算抢她过来。把他抢过来。这一天晚上，梅克偷偷来到莉亚家，自行闯入莉亚所居住的房子。莉亚本来在熟睡中，却被这吵声叫吓醒。他跑到客厅，发现梅克正打算拿走自己非常喜欢的镜子。他用神的力量将镜子夺回。梅克对此非常生气，也打算使用神的力量。他如此说道，将眼前此人封入镜中，永不可放出。没想到这股力量却被莉亚的镜子反射了回去，因为这样梅克被困在镜子里，永远出不来。之后，莉亚怕此事会让天界不安宁，就将此镜丢入了凡间，从此再没有此镜的任何消息。哦，所以是莉亚，诶，所以是梅克被关进镜子里面。还有没有故事？啊！我只是想看故事，好吗？可不可以让我好好看个故事？不要这样玩我，好不好？我心脏只有一颗啊，我没办法承受那么多的那个啊。Oh my god！对，说的应该就是这一个吧？右为无，对，左为机关，右为无。你姐看看，你是要解个毛线啊？你完全一点作用都没有啊，大姐。左为机关，右为无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为什么每一次只要看这种文字，都会有个很奇怪的声音？我觉得那声音好恐怖哦！哎呦喂，Oh my god！放着破旧的书啊，这是绝对不读，死都不读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啊？提示纸条，这已经有了。铁锤，呵呵，然后书房钥匙藏的保险箱，小小的红宝石。我们先去那个，他说叉叉叉房间有密室是不是？应该是啊，安安你好，Yukina 623您好，啊。哎，和平女神莉亚，就是她。和平女神你好，安安哦，哦，我看到和平女神了，突然觉得我的心似乎得到救赎了，没有再那么恐惧的感觉。
等一下，我先把声音调小声一点。其实刚刚那尖叫声对我耳朵。等一下啊，先看看啊，这里是会在哪里啊？对啊，这是什么都没有啊？哦，不要啊！贝伦滴答声将持续不变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啊？所以那个是陷阱哦。镜子中的女神带领我们走向出口。其实我不是很懂她这句话的意思。反正我可以确定是这个完全没必要去探查，就对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镜子中，难道是在这里吗？没有啊。我以为那边密室是可以直接去的，如果一进去然后直接被 GG 掉了，直接被 end GG 了。将两个姿势之柜打开即可看见光明，左为机关右为无。难不成你一个书要看很多遍吗？然后你一次要死很多次这样？怎么可能？拜托，这接下来要怎么走啊？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的吗？左为机关，右为无，会不会是这里啊？就它这边好像分成两边的样感觉。哦，真的密室是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我还是很聪明的，不要再说我笨了。啊，有个奇怪的通道，这什么都没有啊。哦，那边有个洞啊，看到了。哦，就是这里嘛。丢西利，传说中的灵境。等等 ，What the hell？ 你心跳怎么跳那么快？我不知道，绝对不是有心仪的人在你附近出现的，绝对不是好吗？你想太多了。妈呀！我不要，我跪啦！要压力。来这里找你试试吗？没事。我觉得怪怪的哦，我觉得怪怪的哦。哎，你是谁？你不是雅里啊？因为你。你的样子被灵镜照出来了，白痴哦，怎么会那么白痴的鬼啦？自己跑去给镜子照出来，哈哈哈哈！你说呢？你谁啊你？啊？隔天我被人发现倒在一个废弃的荒地，在那之后我被人送到医院，而我也想起来了，那时候看见的人确实不是雅里，但我也不知道是谁，那张脸我永远忘不了，那是一张充满着怨恨的脸。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都不敢去照镜子了。我也是不要这样啊。我现在面对我的窗户，我一直看到的是倒影。哈哈哈哈屁呀、啊！我、哦、天啊，那个还哈哈嘞！不准吓我，不准吓我！出 end， 镜子中的那张脸，我告诉你哦，你吓我会翻脸哦！啊，咱们的 RPG 解谜游戏临近解决了，哇、哦！
我要赶快删掉，我觉得我从此真的对那个镜子有阴影了。剩一个啊，我删掉了耶，白痴哦！等一下，我看看会不会马上把它找回来。等我一下，今天几号？20号。不要啦，我删掉了，我要重来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隐藏的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马上，等一下，等我，我马上继续。我以为这边就结束了，我认真，我没有注意到啊，白痴哦，智障啊，不是啊，哎，豆豆，我太晚看到你打的话嘛，你不能怪我啊。而且你要想啊，我现在精神是已经处于那种虚弱状态，我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的事情？提 醒，哎呦喂呀，我现在真的已经被吓到说，我现在整个头是已经那个很痛，你知道吗？被吓到很痛啊！不是只有两个结局哦，我有三个结局哦。Bad end，那个 Happy end 跟那个，诶，真的也有一个隐藏，还有一个是隐藏的 Happy end 的，不是一般很多人都是直到出院就结束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个隐藏 end，我不知道，这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唉，删太快了，删太快了，没办法，这已经真的让我的精神已经，这已经让我快崩溃了。还得等一下，哎呦呀，哎呦，真的很恐怖嘛！尤其是我现在是看着我自己那个时空页面，然后它刚好暂停在那个临近史序里那一段，然后我就看着那个脸，不要，我真的觉得，我为什么要自己找罪受？会怕又爱玩呢？好了，我们快速那个，哇，他在打电话了。你删游戏瞬间，你吓到了，不是只有你吓到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看到我删游戏的瞬间，你被吓到，我是看到你说还有个隐藏级的瞬间，我被吓到，好吗？我也被吓到了，啊，没关系，从这边再开始。我现在真的是头壳冒了血啊，跳舞啊，哦，哎，我有忽略什么？没必要的，哎，必要的那个结局。安安，你好像又晚来了。对啊，你晚来了，我已经闯第二次了。做的时候有隐藏结局，然后忽略我不知道。我真的最近，我真的我觉得我有一阵子应该不敢再看镜子。哎呦！哎呀，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。需要提示的时候再说哦，我觉得我会需要哦，我完全不知道，不是啊，重点就是这失误，这失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我按了，结果他没反应，我觉得我应该会需要提示，我觉得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先想办法，赶快把进度到那边，重复调查很多次，调查哪里啊？不要叫我调查镜子，我绝对不要吗？哦哦哦，差点要跳下去了，白痴哦！没关系，好，有大大您的帮助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功
开始很没意义的去探查那个。这边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东西啦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多调查几次。然后是这里嘛？哦，Hello，Rufix 2011啊，哦，对，刚刚我忘了跟那个来晚的那位大大讲啊，Lily 2012安安啊，我忘记了。我刚刚想说，我好像忘了什么，我一直在想，错过了，啊？错过了，错过什么？啊，我错过什么了？如果你说大门那个的话，我有拿过了。我错过什么？我错过什么？等下，我如果错过阿票的话就算了，那可以不要提醒我，没关系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今天比较热闹，哈哈哈，然后把有豆豆大大捧场欸，对不对？光那个豆豆大那个 buff 在那边加持就够多了。这个坏的柜子我不要打开啦，上次打开就直接达成那个一个 happy end 的。啊，不是这里，我不想要那么快达成 Happy End，好吧，我达成一次就够了。这是客厅吗？呵呵。又错过，到底错过什么？大大，你跟我讲好了啦。我决定想要那个直接了解。啊，其实最主要原因是，爸已经在催我了，我不要拿走提示纸条，拿走不拿走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厨房怎样？厨房怎样？你不要叫我说打开那道门哦，不是道那门啊，那个橱柜哦。厨房，哎，这名叫饭厅，根本不是厨房。你说打破这个对不对？这我拿过啦，对啊，这我拿过啦，然后我就直接冲出去，然后就完成一个 happy end 啦。桌子，啊，桌子没动向，桌子没动向，哎。哇嘞！所以我按的还不够多次，是不是？我按的还不够多次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，哎，我调查两次还不够，要调查三次啊！啊，这，我前几天才被坑而已，后面哦，啊，我们再过来这边啦，快速一点，进哦。哇哇！我发财啦！提示超多，哈哈哈，没有啦，大大也知道提示我这一个而已。请你调查事实，你这太阴险了。我讲认真的，这个如果没有那个反复调查习惯的人，真的完全会被阴到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太过分了。其实我，哎，不对哦，这是镀金吧？全部都镀金。不要太过分了 ，Happy End，Hidden End 的坑人的镀金啊，快速秒解啊！开玩笑，我等一下，我不要看到这画面，这画面好可怕哦。不行，我现在还处于一种恐惧状态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。恐怖的临近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啊，
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再玩下去，我应该会崩溃吧。哎呦喂，要关台了，差不多吧？对啊，10点了，要10点了，还是你们要听我唱歌？如果要的话，我是不会有任何那个问题的。哦，这游戏太恐怖了啦，完全不是我想的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我又想说，这个镜子你们可以穿入到镜子什么的，结果他居然就是一直在那边吓你，然后吓到了。你还要玩其他游戏吗？其他游戏哦，晴天我是还没玩完了，不过我打算就是晴天我到时候自己找时间把那个。前面赶快过一过，然后直接冲结局部分，不然我觉得那前面那是拖时间。毕竟我都已经玩过一次，其实都有印象，而且又有攻略什么的。我只是想看那个结局。现在是鬼，对啦，现在是啦哟，妈嘞，不要讲哦，工作真的遇到那个真恐怖诶，我差点被吓死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好笑。今天我们在那个，我今天在那边忙，然后听到我们主管说：“哎，你们那边不是有4个人吗？”然后说：“哈。”然后 B 就直接讲：“哈，我们是4个人，我们这3个人。”他说：“嗯。”然后我们的组长就说：“哈，不是啊，你们那边不是有 A、B、C、D 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啦，那个 D 早就已经被调走了吼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还以为他还在。”然后说：“然后我们就说。”我拜托不要吓我啊！现在是什么月？鬼月？真的遇到了吗？我是有遇到个仪式的啦。我要在10点前解决它嘛，我试看看好了。没关系，那这个游戏我先下载，然后找时间再用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时间上可能不太够。15到30分，你要想啊，依照那个本人的智商程度来看，是那个，而且他还是要打架的，我最讨厌就是打架了。好啦，那就真假哦，你们要听吗？你们要听我讲那个吗？假如我遇到了那个灵异事件吗？我是觉得，其实那个不能算灵异事件啊，那个字真的是一个误会，还真不想遇到啊。我告诉你，唱歌啊，没有，我先讲一下我今天遇到那个啊，也不是今天遇到，上礼拜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刚进去的人员，所以基本上事情很少，不会太多，然后。结果那个我就很无聊，想要对，因为我们是室内，没有对室外窗，我们室内窗对室内窗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就看着窗户那边发呆，边听别人讲解边发呆，然后看着看着，然后就在我恍神那一刹那哦，突然有一双脚从天空掉下来，就直接窗户那对面，就在我对面而已，然后两只脚这样直接垂下来。那时候，妈妈嘞，要什么？我等下，我刚刚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两只脚垂下来？我想说，我那时候已经吓到腿都软掉，又想说，哎，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哎，现在什么月？7月，才7月没几天，你就让我遇到这个东西。然后我想说，耶，不要，拜托，哎，我是看错，我要请别人讲，我要请别人那个看哦。我说，哎，看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就刚认识的同事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个脚？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他回头的时候就说。哪里有脚啊？不要跟我开玩笑吧！我说，干不要啦，拜托，真的有脚啦，那个脚就在那边晃，你没看到啊？他说没有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结果是一双拖鞋上掉下来。哎，我们那个是在室内，是3楼，而且总共好几层，那是楼层的哦。那个从上面掉下来也很不科学。然后我就说，耶，真假的，你们没看到啊？然后刚想完了，然后我就看到那脚又掉下来了。哎，不要跟我开玩笑哦！我承认我很喜欢去看那个鬼故事什么的，对，然后在我心中对他们永远抱持的是那种尊敬的感觉，对，我是对他们抱持的尊敬。然后我想说，干，拜托不要，我没带我护身符什么的。我在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就看到
旁边有一个人就拿着那个梯子，蚂蚁你们知道吧？那种梯子，然后走过来，然后放在他底下，跑出电击泰坦的广告，想太多，然后直接把它拿到那人底下，然后就有人从上面直接走下来。我妈妈嘞！我吓到尿差点闪出来。这个不能被别人知道，那太丢脸了。那是有人在上面，在天花板上面，在那边修电灯。然后我想说，妈的，不要啦！哎，怎么会让我遇到这种事？结果他脚垂下来，只是因为他准备要下来了。然后那个人就拿梯子拿给他。我不喜欢在这边讲到，不过我很想。你错过什么了吗？你错过了我讲那个鬼故事的事情。你错过我讲鬼故事而已啊。其实也不能算鬼故事啊，就其实真的是乌龙事件啊。不是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说，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那个是有那底下，然后我就想说。妈妈嘞，不要啦！哎，我怎么会遇到鬼啊？哦，还好，我告诉你，幸运的是什么？我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不然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那这真的是丢脸了，真叫我个更小哎。好了呢，不过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说，我冷汗真的是狂飙哎，因为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，所以我会怕。那我们来找歌来唱吧，有没有建议想听的歌啊？还是你们想看布袋戏？不过这应该有违反版权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吧。哎呦呀，我在想看哦，有没有什么歌可以唱啊？我会的歌其实不多诶，而且唱的歌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唱得很奇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个东西。超恐怖的啦！滴滴滴啊！Devil, Demon, Hot Air，这首我没听过诶。可是我应该不会唱啊，这种我没听过，我一定不会唱啦。不过我可以先听看看，还是我听过的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首我知道啦，这首我知道啊，我听过，我听过啊。原来这首就是这个歌名啊，太爽了！哇，我找四首歌也找一段时间了，谢谢谢谢。好啦，这个时候该来偷取音乐啦。没有啦，我就要准备把它加到我的最爱而已啦。对啊，我不会唱啊。有没有我会唱的歌啊？中文的，尽量是中文的啦。英文我会的歌好像只有那个《Counting Stars》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会《Counting Stars》，还有什么？My song know what you do in the dark。对，我早上只有这两首。那本太高了，我们很难唱。对，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么有挑战感的音乐，简单型的？看看。那边都是 sleep。哦，这个版本我看过啊。这我看过。你怎么知道我唱过？这版本我看过啊，我还看过那个另外版本的，不过那个就是有女生跟男生一起唱的，我没有很喜欢那一个，这个我觉得很北蓝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是想练 Counting Stars 啊，之前，不过我选另外一首啊。好啦，我选一首啦。其实这首我还在练哦，所以太难听，请见谅。
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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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reful making wishes in the dark. Dark can be sure when they left. Mark any size in the dimming turn. Just dreaming until you're a pop. I'm in the deep details with the devil, so no work can never get me on my level. I just got it. Can't you watch you cake? Saw in the night, 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time. So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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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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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up, I'm the fire. So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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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like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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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like it up, up, I'm the fir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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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In a play, somewhere in another pretty range, just as you can see, everything is about me. 我不会唱这一段，我只会第一段。什么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. So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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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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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up, on the fire. So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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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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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up, on the fir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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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太多图啊，哪那么多图啊 ？Oh no, what you did in the time? 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time. So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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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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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up, I'm the fire. So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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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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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 it up, up, I'm the fir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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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再唱一首好了啦，我最近想练台语歌，哎，既然大家都不建议，那我自己选啦。那个台语歌叫什么？唱完全。对啊，没有、啊、就要准备洗澡了啦，然后就要休息了。对、啊，明天还要上课，哎、欸，不、啊，不是上课，哇，明天还要那个上班呢。然后我接下来播放这首，应该是有版权问题，我觉得。那个金光布袋戏的音乐，我超喜欢的。拜拜，你要先走了，拜拜。你错过超多，嘿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错过的东西还有那个 YouTube 可以帮你补。哦，接下来我应该会找时间去剪影片了，我觉得。感谢大家玩你的作品啊，你的作品当然要支持，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这游戏真够恐怖啊，虽然很短啦、啊，对。现在游戏其实很多。没有说那种会制造那恐怖的气氛的，我还蛮喜欢这种这款的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演唱的是《天地神探金光布袋戏末世佛劫》片头曲。这首唱完我就要睡了，想练一下。啊，如啊 MV 部分我就不拉出来了啦，对。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那个，可以去那个查那个金光布袋戏，还会有那个片头。你星期三后就放假了，我也想放假啊。话说礼拜四的时候我有比赛，我到时候放四天，真好。礼拜四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实况咖那边有举办比赛，那我有举办报名，有。记得帮我加油啊！呀，英雄梦，今后汉梦。
烧了也找光环，放松，麒麟路顶火站都强。关听三中叫唤，欢风凉吹风安，心有完未乱，抓人无忧下进爱风避欢。听千古的流传，古董真下班，天地搬动拢延传，化分变跳跃灭世遁共生，金秋天甲怀少兵马汉，这运动好飘车黑破衣冠，铭记含情必带忧患。哦，时代会尽完。哦，平行漂流关。哦，寻我百口，随意林下红丹，几下头。夜里红浪起无憾，忙修了夜车够欢，红中麒麟都顶会战，都要换掉沙丢旧换。这段是 rap， 这段 rap 完全就记不住，不管唱了多少次，至少唱了100次，我还是都记不住这段。完全记不住。分辨跳跃灭世吞空山，亲像你甲怀少兵马汉，这运动好飘车黑花衣冠，铭记含情背带忧患。谢谢，你看忙来红松大边关，南巴当山红岸顶小汉，烧了牙签都将泪尽断，饮酒夸你独留遗憾。哦，谁来回今晚？平行漂流关。千万百口水林下红蛋几下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SO Channel 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感谢各位耐心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你别催感。